古代帝王梦寐以求的仙道秘宝丹药，相传秦始皇为了拥有长生不老之躯，也渴望得到此禁忌之药。然而人们相信这种强大的丹药会给世间降下灾难，还曾经有人说秦王之后的每一场战争和权力的暗斗也必有着丹药在其中作祟。时过境迁，大汉也逐渐衰败，散发着丹药光芒的阴霾再次笼罩天下，即将唤醒沉睡于各地的龙。眼下三弟势不可挡，当天盛世指日可待呀！天下大吉！天下大吉！得您出手相助，大恩莫齿难忘。很高兴看见您伤势痊愈。啊，找到你了，拥有不死丹田之人。多年来的夙愿要实现了，若是和您一起，想必圣迹尚存，请佩戴此玉石，用以护身，相信其定能助您脱离险境，不能再让他们为非作歹了。我们走吧。没有看错，看来此路不通，不能穿过这座。you
击落，应该能用你落脚。虽已经击败了不少敌人，但仍不能松懈。对了，可否来还上一趟？Okay.
记得但愿还有更多信息，有点危险的信息，请你小心。尔等可是朝廷之人，胆敢忤逆皇天之徒，休想活着离开！小小鼠辈，看我碾碎尔等！贤良师张角之弟，绝不能辜负兄长对我的信任。你果然成功战胜了对手，如此孙子便能得救。
楼儿若老夫何如此之手啊，应龙，这力量名不虚传呐。您是将来能平定此乱世的贵人，不可让您死在此处。无需多言，你伤势不轻。你先返回营中。方才真的非常失礼，可是义勇兵，既然如此，可否请阁下助在下一臂之力？在下公孙将军之麾下，赵云被黄巾军占据，阁下看来身手不凡，但恐怕会寡不敌众。
威胁。要做到借力打力的话，如此一来，敌人也必将军心大乱。前行，看来只有我等独自应战了。眼前之敌并非等闲之辈，切不可大意。
还请诸位安息，战友们。阁下奋战的身影实在令人赞叹，竟然有此等强者埋没世间，在下仿佛正目睹龙腾玉飞之英姿。奋战之同袍，彼此含笑道别之后，战死于沙场，为守护天下万民，在下到底该何去何从？龙一般强大的阁下，您为在下指明了道路，在下赵云，愿凭一柄铁枪闯荡乱世，面前总有百万大军挡我去路，愿如麒麟一般开辟一片崭新的太平之势。竟有如此强敌，前路恐怕将愈加凶险，务必提高警惕。哎，也罢，但兵器之优劣。Come on.
感受到了吧？大胆奸细，可知此地乃是刑场？尔等就跟天柱派的女子一同，乖乖成为耳石吧。跟上在下，逃到安全之处。平之事又近了一步，多亏你帮忙。哦，谢谢。幸好无事，只不过还是向这位医师道谢。我的名字叫做红晶，正在暗中侦查黄金这块玉石。军务在身，先行告辞。还请阁下随后前往广宗前线，若朝廷军得到阁下相助，必将士气大振。能不能也带上我？